第一个问题有问到，硬糖少女303所有成员中谁回信息最快？谁回信息最快？感觉大家，我感觉西林回信息最快，感觉像每天捧着手机，其实我也还挺快。然后下一个，谁的镜头前后性格反差最大？我觉得我吧，应该是因为我镜头前就是比较 A，比较 A，自己说自己 A，突然觉得有点尴尬。就是镜头后，其实我会比较小女生一点，可爱一点，就普普通通的女孩子。然后镜头前的话，就是会比较认真、严肃、认认真真唱歌。硬糖少女303所有成员中，谁最经常换微信头像？感觉大家都没怎么换过头像，我感觉就我换的最多。张一凡也喜欢换头像，他比我换的多。然后谁私底下泪点最低？泪点最低，感觉是，赵越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每一次那个做造型的时候，他很喜欢长头发，他想接长头发。如果那个造型做的比较，就是酷，太酷了的话，他会不开心，然后开始哭，就泪点还蛮低的。硬糖少女303所有成员中，谁是最有时尚品味？最有时尚品味，那当然是 没有了。感觉大家就是每次我们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平常大家都穿的非常舒适，然后那种就是很普普通通、普普素素，然后一到去机场的时候，大家开始一顿穿搭，大家都非常时尚，很会。然后好像这边有一个视频要放，是来自赵越的。模仿一位成员的口头禅，并让大家猜猜是谁啊？陈姐说啊，陈姐的柔弱，推别人自己摔倒。又在这嘲讽我，赵越，怎么回事？哎，这一期好像还没播，就是。还没到这一期，马上那个团综会播到他说的这个梗，我就不说太多了，有点丢人，我属实有点丢人，我高冷人设、酷 girl 人设有点崩了的意思。